那这次啊，是把一刀捡了一只金鸡母，那不是因为他搞弄这个，我也没想起当年的代志。原来当初搞扫落去山坎的凶手，竟然秘在恁外公身躯边，无彩恁外公破心肝来对待伊。虽然讲我甲张董的吼，无遐尼信啊。因公嘛是常常听到青玉甲车夫咧讲起，我是认为应该毋是遐尼无正派啦。而且若听伊的解说安尼听起来，伊十几岁时阵，亲目睭看到伊的爸母伫伊面头前去用害，你讲伊心肝内有怨恨，这嘛是真正常啊。这个代志哦，我嘛已经讲过啦。天霸大个去问这个代志，甲我完全无关系。我是手下当用的大将，当年哦，我嘛开了真多心思，帮助江湖的对杀人想要找出真正的杀人凶手，啊，我到尾啊，嘛是找无人。我计心计卦到即阵，结果即马看来，恁根本都无要相信我，都已经认识我做的。啊，无啦，我去金玉无遐个意思啦。我是你的嫂子呢，当然不是跟你站同边啊。我知道啦，之前因为中档的那份 DNA 报告，所以阿公对你跟妈都没好面相，让你受很多委屈的，所以你当然也是会怨叹中档的啊。也不过我跟中档的也接受一段时间了呢，我在想他应该不是那种歹心毒性的嫂子。所以你即马是认为我大惊小怪，你伫咧检讨被害者，认为我是加害人？我当然毋是迄个意思啦，妈。我当然嘛是为你啊。真瑶，你爸爸是去基地过，你应该是上会当了解恁妈的。迄个时阵，母性很欺骗你，意图想要谋害你。你对武圣贤，也可能阿姊生命是苦袂得像疼食萝卜呢。我甲恁妈敢无徛伫咧立场替你抱不平啊？结果即马咧，你煞有甲恁妈为迄个你敢若见过几摆面外人原谅伊，连个手骨屈出无骨你敢着啊？我毋是迄个意思啊！你看到对武圣贤遐个要创啊？有信贤进前要害我，那是因为伊私人的利益。遐不过中档都无同款啊，人伊一个十几岁查某囡仔，都排着血海深仇呢。就因为恁同情伊，白冰王太死，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，所以伊甲我扫咧山坎，伊就无唔对。我唔肯原谅伊，我就加啊长鸟啊多。那安尼，我失去这三十几年的记忆，我失去的一切，我想要找上头。好好妈，是的啦，你莫正激动啊，你安尼身体袂堪咩？真，你可能无了解我。啊，不过真要想了解我是甚么款的人。我若真正遐尔自私，遐尔无讲道理，当初亲家还袂恢复正常进程，伊大概看到我，就一直叫我回关回关，造成我遐尔大个困扰。我就应该找伊理论啊！就是因为我看在伊头壳无清楚，还是遐尔啊带念旧情，所以我就无甲伊计较。这是我的动力心，哪来你的动力心嘞？好狗抱去啊！你哪会去讲到在英遐去啦？在英是一个重感情的人，毋是咧吼，家己回关咧，啥物咧旧情难忘？哎呦！你是在讲什么？你懂你心啦、啊？妈，我真正无迄个意思，你莫误会我好不好？我提起这个代志哦，是希望你会当了解，将心比心嘛是爱有限度的。我嘛不是会软土深窟的人。我希望恁莫阁逼我，敢会用的？啊，家凤有讲啊，伊加班煞了，会当来看妈啊。啊，一定是伊来啊，我来开门。行吧，坐啦，坐啦。
你老家好无？别烦恼啦，我想休困几工啊，豆豆就会恢复啊。啊，对啊，阮大家哦有煮鱼汤呢，啊，趁即马大家拢到位啊，无赶紧来啉汤啦。啊，好啊。啊对啊，家凤，你写保养啥？那加班加这么晚？哦，伊因的公司就我讨论未来层的代志啊，啊讨论到一半，伊讲上当失踪去啊，啊即马有得找啊，找伊找到心光火道，因为惊酒档的是不是有出什么意外？无你即马是安那？恁是讲好是无？一个一个。都没变完，用装饰品。妈，不是安尼啦，啊，家风打转来尔，伊也唔知发生什么代志，还伊无迄个意思啦。你莫生气，伊是无说你去讲唔对的，你莫想我去误会伊啦。亲，你真正有够奇怪呢，连咪讲我敏感，连讲我想歪，你一个一个伫我面头前提起我冤仇人，说叫我无反应，啊，你敢咪想过超过？妈，你当然嘛是会当有反应啊，伊也毋过。那安尼，你是安怎要逼我原谅改变我人生的凶手？你当初你的烹饪教室，你嘛在场啊？迄个张雪清听到亲家叫我回关，伊就顺亲家的话尾，一直问一直问。你当初我感觉真奇怪，啊，毋过我嘛无方便加问。后来我才知影，原来伊是因为心虚，因为伊杀我来刷卡。伊家代志会憋空，所以伊才遐尼好奇我的代志。你即马知影真相，你敢袂感觉伊就是一个虾米多鬼？亲，你伫在乡头壳无清楚，安尼胡白乱讲的话，安尼记条条无都放袂记。海生，我会替伊甲你回一只信的，你莫生气，我请你原谅伊好无？也佫有。迄、那个中档的，伊当初是咧想啥？讲实在，迄真正是无重要。你莫哦，提过去的代志安尼，一直咧折磨你家己。你看你即马咧气噗噗，对你身体嘛无好啊。人讲哦，客运简单，客运困难呐、啊。我这个人就是生气，讲话就袂客话，无法度亲像钱母遮尔有八顿。啊，不过我看钱母。你嘛是嘴甲心肝无同款的人。当初你明明怨恨破坏你家庭的定慧观，怨恨到要死，甚至定慧观甲伊后生，嘛是你派人逼甲，害因塞车去跋入海，但是嘛是死也是死，敢毋知影？你是凭啥物指责我？你欲讲这话之前，你爱有凭据，你啥了袂乱讲。这是我老家的家来事，这个比较有偌济代志是我人无了解。也佫有，毋是参照你讲的，我是因为阮都在造成的，我是怎会讲唔对？好好好好，苏婉啊，阿金某，佮你嘛有影嘛？迄丁慧官这件比较吼，你嘛是听当良心一面之词，才有初步了解，敢毋是？啊，陈忠信，伊就是一个可能乱搞功夫的人，啊，伊的话敢当全部相信吗？那呢，伊敢会当因为见过江顺清几个面，就相信伊是一个好人？啊，你敢不是两种标准？敢讲就因为咱结亲情，所以钱、所有指教，我来全部接受，安尼对我够公平啊？敢能看到咱查某囝份上，甲亲母兼讲两句啦。啊，上无莫去讲着定慧观的代志，去插着亲母的心啊。你安尼哦，会予亲母真正歹做人啦。海生啊，我是即摆因为听到迄张叔囝的名，我着规巴肚火啊，亲。我为拄只对你无礼貌的代志，甲你回失的，可能我关心济啊。亲，你即摆情绪无法度冷静，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。但阮的好心造成你的困扰，我甲你回一声歹势。
淑英，你敢动的？阿淑英，哎呀，你哪会知道我在这？你哪在创啥？我是用药的啦。啊，其实哦，哎，这海边啊，附近哦，出足侪足侪代志的啦。我就想讲来这搬一个运气，看是不是会当找到你啦。哎呦，真正让我找到啊啦！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啦！淑英啊，你的单，单给我。单？客伯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真正就早以前就想要跟你讲，是我甲地锁王塞落山坎的，也不过我提不出勇气，我一摆拖过一摆，代志要甲安尼，我无话通讲，也不过确实，是我甲恁查某囝害死的，我干那用我这条命来赔乎你。你这嘛是在讲啥啦？素丸也无死啊啦！客伯，那个地素丸不是真实的，我去做检验报告，无可能是假的。你冇感觉，那个地素丸是假的，敢不是？我知啦。地当，你这个是假的，啊不过，上次检验报告的时阵不是安尼啊。我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，我的心情就很乱的，整个头壳在乱糟糟。哎呦，拜托的啦，雪姬啊，你不要让我更乱了，好不好？你对我三四十年了，你比素丸啊，跟我的感情啊，更加亲。就算说，我的两个女儿，我的婚嫁要烧台了，我也无希望失去任何一个啊！客伯，那不是我，该嘛袂不甘安尼，请你好好保重，我无才调阁保护你啊！我干那样用歪死，要提醒你，爱小心这个假的素丸。他给我这个感觉还蛮刁我。啊！救命了！救命！哎呦！哥们！哎呦！哥们，你安怎嘛？我哎呦！我误会啊！我袂当受伤，你看，啊，骨老花啊！啊、哇，你有皮呢！啊，你还住下迄个破伤风啦？啊，人咧讲哦，海边啊，迄个细菌哦，是足侪足侪啦。你无听人咧讲，啥物有海洋浮菌哦，去感染着，三天就死安尼。啊，这是要怎呢？我今嘛咧规身骨头，好沉重啊，这边就拆掉去啊。哎呀，是不是骨头断去啊？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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